昨天晚上师生一家还是没有回到小岛，早晨气温-7度，冰层厚度73毫米，班德湖茫茫一片的白色，水域几乎全部封冻，班德湖看上去少了很多生机，为数不多的候鸟在冰面上守候，等待着阳光融化冰面。下午5点，剩下的候鸟拥挤在仅有的几处融化的水域中觅食，潜鸭329只，斑头雁230只。随着冰层的增厚，大多数鸟儿已经迁徙，但愿池生一家也能走在迁徙的路上。傍晚又是大雪纷飞。